看看我，八岁给约旦各大学文学系讲课，附医院皮肤科这个博士，是约旦的这个赛区冠军，跟我师父其实关系不仅仅是老师，更多的是一个朋友、家人、亲人，这样你永远是感觉到他对你的照顾，对你的帮助，很感动。比方中国人懂得一些幽默，外国朋友大多时候是很难比较得出的，但穆沙现在都懂。各个国家的人互相了解，互相交朋友，真正的交朋友才有真正的关系好的一个机会。开枪大吉！面是什么样的东西？面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面粉，里面加了一些蜂蜜、甘油，然后用手和一些小工具，我们捏的这个面人，老北京的兔爷。真的看出来比较简单，但是做起来好像挺难。对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经过这次体验，一句话，绝。